什么是毒药组合？为何对全球经济影响如此之大？欢迎大家收看本期 Go Markets 独家解读。一般，通胀与战争同时发生被认为是毒药组合。近期，俄乌战争爆发，毒药组合再现，国际金融市场和能源市场震荡剧烈。天然气期货价格暴涨 51%， 紧接着，欧美国家对俄罗斯进行了严厉的制裁，启用了金融核弹 SWIFT 的制裁。3月8日，美国原油油价已突破129美元一桶，多国政府宣布释放原油储备，试图抑制油价过快上涨。此次毒药组合效应显著的主要原因有3点：一是，俄乌战争是欧洲二战以来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也是冷战以来世界最大的地缘政治危机。这场战争让欧洲人感到不安，要求严厉制裁俄罗斯。第二点是，俄罗斯是世界第二大原油生产国，全球占比 11%， 第二大原油出口国，出口量全球占比 35%。 俄罗斯还是全球第二大天然气生产国，第三大天然气出口国，其能源贸易的地位举足轻重，尤其是对欧洲来说。最后一点呢，就是欧盟的能源高度依赖于俄罗斯，30%左右的原油，40%左右的天然气来自俄罗斯，北极一号是德国及欧洲天然气的主动脉。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是全球最大的镍金属生产国、氮肥出口国以及最大的小麦、大麦出口国。乌克兰还是欧洲的粮仓。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21年乌克兰、俄罗斯两国葵花籽油产量占据全球总产量的 58%， 出口占据全球总出口的 75%。这场战争抬高了粮食价格和通胀预期，同时也给正在寻求货币政策转向的美联储和欧洲央行制造了巨大的麻烦。今天的内容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观看。大家如果想获取详细的文字报告，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在澳洲的朋友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3-8658-0602。喜欢我们的内容，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下期节目再见。